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那种能够百分百抓精灵的东西啊？有，就是那个大师兄。我操，你怎么又开出个神兽啊？必须的，神兽，哎，抓一下，两下不过我就不要了。哎，不是，什么情况？是什么神秘力量把我给控制住了？啊，有神秘力量把你控制住了？会不会是你的输入法？我现在一直在卡顿，我去。啊，应该是 TP 的问题。这只我应该拿不了。是。哇，我缠到了，我缠到了，你看看，全是神兽。全是神兽，全是神兽，班吉拉斯，兄弟们，这班吉拉斯一堆，哎，我们是不是有连锁采集？我这么有，是吧？我这么有实力的朋友们，咱们还用一个一个开吗？显得咱们跟玩不起似的。这会很卡吧？我靠！不卡呀？什么？又有神兽？我开出了两只神兽，好像。哇，这个我认识，这叫杰克罗姆。这个，哎，两只神兽，那怎么还有一只去哪里了？很明显，在那堆里边的。在那堆里面。这儿。哦，在那里啊。哪儿啊？我没看见啊。哎，你说的是 DNC 吗？那个。应该是吧。我再来一个。因为其他的没有。哇，再来一个。这个，你确定这个幸运方块它能够开出我们想要的大师球吗？嗯，几率很小，除非你是欧皇了。好吧，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，先评后看，养成习惯。哪怕一个表情包也能为叶枫增加点播放量，也能为别克增加点播放量。咱把咱们的表情包发一发，感谢大家。没有哎，大师球好像很难开啊，而且精灵那么多，我觉得我要嘎一波。我嘎一下好不好？咱们先不着急升级。咱们先找到精灵好好培养。对，我觉得也是这样的，找到精灵好好培养，然后再升级。这啥玩意儿？什么垃圾？我们去偏远山区开去啊，别在家门口开，不然家被污染。对。我就直接连锁，嘎嘎有钱，1000万，我就不信。哎，我1000万如果开不出大师球，是不是基本就开不出了？哎、嗯，不，大师球的话，这个几率很小哦，这个。它的小跟你的钱没关系。哇，黑暗球，我得到黑暗球了。先机球厉不厉害？那个球能卖吗？重复球能卖。能卖，那就、给几个我们。给几个？这个先黑暗球给你一组。哎呀，这是小钱儿。哦呦，等我卖一下。黑暗球这个球可是个好东西啊。黑暗球好东西吗？我的世界，对，去。我的世界没有黑天，但是这个必须得有黑天才能发挥它的最大的效果。哦，就晚上抓精灵概率更高是吧？对，概率是4倍。这么溜，来吧大师球。好像没有。我去凤凰，我去，虚无一德。哇，我真的有大师球！哇，兄弟们，请把666扣在公屏上，这一波我天秀，我天秀。老铁、啊、老铁羡慕吗？大师球了，舅舅。别动，我得先把这只凤凰抓起来、哎、但是我只有3个，我得选凤凰呢。这你不是有凤凰吗？在这厉害吗凤凰？兄弟们，他别骗我，这凤凰是垃圾，我抓了我就神圣之火这个技能，我觉得这凤凰嘛、这个、我抓到了。这刚才爆出好几只神兽，我想看看还有没有我能抓的、我操，我被缠住。哇、哦、震惊，我抓到了一位传说中的宝可梦。兄弟们，传说我只剩两个大师球了，大师球可贵了。我本来想给你的，我觉得你现在你给不动，给不动，太贵了。我把家里的破烂，我把这点破烂先放家里。我这还有诱饵球，你要不要？精灵球、捕网球、诱饵球、狩猎球，我在家里箱子里，你可以看你需要什么拿什么。我有大师球了，我这两个大师球，哇，之前我损毁的那些精灵，我感觉好亏呀、啊。大师球一个。一个大师球2000万，你玩呢？2000万，哇，太贵了，兄弟，贵麻了。朋友们，我已经有凤凰了，我要拿凤凰当我的主精灵，然后给我的小火龙升级，没毛病吧？我先看一下，如果说我想拿凤凰升级，这32级我打一下，我小火龙能升多少级？我神通力威力80，神圣之火，你怎么知道我这有神圣之火这个技能？因为我是大师啊，我去。哎呦，刚才没开启，打了半天白打了。
我得去一个有精灵的地方，或者有高级精灵。哇，闪光 ！TP 我吗？闪光！哎呦，这是个传说级的，你打不过。我不信，他才90级而已，我一下把他秒了。传说级。对，他是传说级的超进化，他是你又不是超进化，我打不过。这，我看一看，看一下对战就知道了。我去，打不过，太凶猛了这个。等会儿，这是一个我觉得我能用、我能用我的凤凰打败他。刚才一个神圣之火已经把他打得苟延残喘了。神圣之火，他只直接烧伤了，漂亮。神圣之火，我打败了。我去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，升级了。这得到了个什么技能？这是，我看一下啊，哦，这个伤害，不行不行，我感觉我要发展，我要，你赶紧发展啊！我给你一个精灵球吧，你借我的啊，你记得还我大师球，这样你就有一个精灵能帮他们能抓精灵了，你只能抓一只差不多的。那就来个 DNC 吧，我觉得 DNC 这个，哇，这什么？我有这个，别克，你快来看，这是啥？什么啥？我手上。哎呦，这不是那个神奇糖果吗？好吃吗？这东西我看挺便宜啊，这16500一个。哎，我操，这你走这个便宜怎么回事啊？这我感觉好贵啊。啊，是吗？那兄弟们，我们的联机到此结束，这一集到这里先结束了。别克，我们下期见。